记者肖廷芳台北报道，台北市议员陈政忠经于市政总质询时询问柯文哲，由于柯无政党支援，过去四年来双北重大政策常与蓝营执政的新北市不同调，现新北市蓝绿竞争激烈，未来争取连任成功后，是否再发生同样状况？柯答，不管谁当选都会比现在更好。当场陈政忠追问，只有朱立伦不好。柯，你太会抓语病了，再次强调会比现在好。陈政忠指出，台北市蓝绿白三强鼎立，新北市只有蓝绿竞争。询问柯近期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是否有透过系统表示要同框，柯答，钱都没有，他们都很尴尬，不会来拉。柯表示，两边的候选人我都认识，两个都不是非常熟，都可以合作，没问题。陈炳追问谁会当选，柯说，我个人不知道，没有做过新北市民调与数据分析，自己都看报纸得知选情。柯炳夸两人差不多优秀，胜败关键以大环境影响为主，跟个人无关。柯面对陈政忠逼问对新北选情的看法，还打太极反问，你不是我朋友吗？陈政忠进一步指出，捷运北环段、玛利亚台风假、捷运优惠政策折数、北捷万大线等重大民生议题，双北都不同调。新北当选市长政策进度都与北市息息相关，未来若顺利争取连任，双北步调是否能趋于一致？柯说，不管谁当选都会比现在更好。陈追问，只有朱立伦不好。柯笑答，你太会抓语病了。柯答询时更数度强调，自己与侯友宜或苏贞昌都可以合作，选择是新北市民权利，不管谁当选都可以合作，自己不会刻意浮选，也不会透过脸书影响新北市选举结果。对于环状捷运进度落后问题，捷运局进一步解释，捷运北环段进度落后主因为双北奖励不同调，还要看新北的态度。柯当场则说，捷运南北还都牵涉双北，表示要做一张表说明双北问题与进度，并公开让民众知道问题在谁那边，进度会快一点。